大家好，我是琳达姐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我们来做孜然羊肉。孜然羊肉一直是大众喜爱的一道美食，甜香鲜美，比吃羊肉串还过瘾。学会后自己在家做，啥时候过瘾都可以。喜欢的朋友来和我一起做吧。这是454克羊肉片，我们先来清洗一下。我炒孜然羊肉呢，一般都是用这个涮羊肉的肉片来炒，我觉得这样既省了切羊肉的麻烦，炒出来的羊肉也更加入味儿。像这样轻轻的剥开，轻轻的洗，小心不要剥碎了。洗一下可以去除很多的血水，去除腥味儿。再洗一次，洗两次就可以了。洗好后把它们攥干，把水都攥出去，这样炒的时候就不会出水，炒不干，炒不香了。准备一个大一点的容器，把攥干的羊肉放进去腌制一下，放入1/2茶匙的盐，再来1汤匙的生抽酱油，把羊肉抓散腌制5分钟，先让它们入入味儿。接下来我们准备10克生姜剁成末，准备80克小葱，切成葱花后也剁成末。这时羊肉已经入味5分钟了，把姜末和葱末放进去，葱末放1/2就够了，剩下的一半留着炒肉的时候用。把它们抓匀，我们再来放入1茶匙的白胡椒粉，1茶匙的白糖提味儿，2汤匙的料酒，打一个鸡蛋清，1汤匙的淀粉，把它们抓拌均匀。放蛋清和淀粉，炒出来的肉会特别的软嫩，同时淀粉也能锁住羊肉现有的水分，使炒出来的羊肉吃起来不会太干，恰到好处。最后放入2汤匙的香油增香，同时也可以起到嫩肉的作用。抓拌均匀后盖上盖子腌制20分钟。腌肉的时候我们来准备点配菜，1根胡萝卜我们需要半根，切成丝备用。
把香菜从中间切一刀备用。都准备好后，我们就来炒肉了。炒锅上火，锅热后放入30克的食用油，油要比平常炒菜多一点。油热后放入葱末爆香，然后放入羊肉煸炒，把羊肉迅速划开，全程大火炒制。炒至羊肉变色后，放入3汤匙的生抽酱油，1茶匙的辣椒面，喜欢吃辣的可以多放，喜欢吃麻的还可以放花椒粉，最后加入2汤匙的孜然粉。这个孜然粉呢，是我以前用孜然粒打好的，不像买的孜然面那么细，吃起来会更香。孜然粉要多放一些，它和羊肉是最搭的，可以使羊肉变得非常鲜美。迅速翻炒均匀，然后放入胡萝卜丝一同翻炒。待胡萝卜丝炒软后，放入香菜段，翻炒两下就可以出锅了。我们这道美味的孜然羊肉就炒好了。看看诱不诱人。装盘开吃了。家里要有熟的白芝麻，撒上一层，又好吃又好看。可惜我家今天没有，就不放了。端上桌来尝一尝。嗯，鲜辣咸香，羊肉细嫩，真是太好吃了。用羊肉片做出的孜然羊肉真是更加的入味过瘾。喜欢的朋友赶紧试试吧。欢迎点赞、订阅和分享，谢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
我是琳达姐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我们来做萝卜馅饼。白萝卜具有下气消食、除积润肺、解毒生津等功效，是人们蔬菜食疗的最佳选择之一。多吃白萝卜对人身体好。白萝卜也有多种的吃法，炒着吃、做汤吃、做成馅饼就更好吃了。喜欢的朋友来和我一起做吧。首先我们来和面，盆中倒入400克的中筋面粉，将3克的盐放入230毫升的温水中搅拌化开，然后把盐水分次倒入面粉中，用盐水和面比直接把盐放入面粉中增加筋性的效果更好。搅拌成团，手上抹点油防粘，把面团揉一揉，这时候面团呢还是很湿的，但是烙饼呢就是要和这么软的面团，否则烙出来的饼呢面皮吃起来是硬硬的。揉好后呢，我们盖上盖子，让面团放松10分钟。10分钟后，我们放一汤匙的食用油，把油揉进面团中去软化面团。这时候再揉面团，面团已经有了筋性，也光滑了许多。揉光滑后，这次醒2个小时。趁着醒面呢，我们就来准备馅料。一根白萝卜大约620克重，洗干净后削皮，然后把它擦成丝。开一锅水，把萝卜丝焯一下，白萝卜焯一下水，吃起来才不会那么梗，口感好很多。焯水的时间也不能长，开锅后捞出来就好。捞出后放到凉水中去过凉。再把它们攥干备用。接着我们再来开一锅水，煮一块粉丝大约40克重，也是开锅后就捞出，晾凉备用。准备5根小葱，切成葱花，再准备50克洗干净的虾皮。虾皮和白萝卜是非常搭的，炒锅上火。锅热后放少许的食用油，油热了我们就放葱花爆香，再放入虾皮炒香，把炒香的虾皮盛出来晾凉备用。下面呢，我们把萝卜丝打散，把晾凉的粉丝切成小段放入萝卜丝中，然后我们来给馅料调个味儿，放入1茶匙的盐，1茶匙的五香粉，1汤匙的蚝油，2汤匙的香油，把它们搅拌均匀，然后把晾凉的虾皮放进来，再次搅拌均匀，这样馅料就做好了。2个小时后，我们的面也醒好了，面板上撒点干面粉，把面移到面板上稍稍整理一下，
搓成长条，然后分成大小均匀的八个剂子。再把每个面剂揉圆，现在我们就开始包了，手上抹点油防粘，拿一个面剂往四周拉，经过两个小时的醒面，现在面的筋性已经非常好了，你怎么拉都不会破的，拉成薄厚均匀的面皮，然后放上馅料，再把面皮向中间拉，最后封口就包好了。我们再来做一个，全包好后我们就开始烙饼了，饼铛预热后放少许的食用油，再放入饼坯，用中大火烙制，烙至底面定型后翻面，然后盖上盖子烙一分钟左右，一分钟后我们再次翻面，盖上盖子再烙一分钟左右，烙至两面金黄就可以出锅了。端上桌来，我们切开一个来尝尝。这个面皮经过油煎以后，吃起来是香香的、脆脆的，里面的馅料那就更好吃了。用葱油炒过的虾皮，使白萝卜的味道十分的鲜美，皮薄大馅儿，真是好吃极了。喜欢的朋友赶紧试试吧，欢迎点赞、订阅和分享，谢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大家好，我是琳达姐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我们来做一个凉拌海蜇，这道凉菜做法简单，美味好吃，是一道吃不够的凉菜。下面我们就来做吧。凉拌海蜇用海蜇皮或者是海蜇头最好，吃起来肉厚过瘾。但是我没买着，我就买了一包海蜇丝。先用凉水把海蜇清洗一下，然后换一盆水浸泡四个小时。四个小时后呢，海蜇就泡好了，我们把水倒掉攥一攥。接下来呢，我们热一锅水，水千万不要烧开，
70度左右就可以放入海蜇了。烫的时候呢，要不停的搅拌，使海蜇受热均匀。大概烫10秒钟就要迅速捞起，否则海蜇就会立马收缩，变得很硬，吃的时候就嚼不动了。把烫过的海蜇捞起后，放入凉水中过凉备用。这是一颗白菜心儿，300克左右。我们今天呢用不了这么多，用一半就够了。把白菜心儿洗干净，把洗好的白菜心儿切成细丝，你也可以用黄瓜来搭配海蜇，那也是非常美味的。但是我们北方的白菜多，所以我们经常用白菜心儿来搭配。在切好的白菜心儿中放1茶匙的盐，腌制20分钟，杀杀水分，这样白菜凉拌起来才入味好吃。准备半根胡萝卜切成丝，也撒上一点盐腌一下。喜欢吃辣的还可以准备一些小米辣。准备3瓣大蒜切碎，蒜中放少许的盐，然后把它们捣成泥，把蒜泥放入小碗中，加入2汤匙的生抽，2汤匙的镇江香醋和1/2茶匙的鸡精，搅拌均匀。20分钟后，把白菜中腌出的水倒掉，取一半的白菜，再攥攥水。把攥好水的白菜心儿放入一个盘子中，再放入海蜇，倒入料汁，再加入1汤匙的麻油，搅拌均匀。最后放1汤匙的糖提味儿，记着糖要在最后加，这样海蜇吃起来才会脆脆的。再放上胡萝卜丝，再来几片香菜叶做点缀。我们这道美味的凉菜就做好了，端上桌来尝一尝，海蜇脆脆的，吃着好爽口。白菜用蒜和醋一腌，也非常的好吃下饭。这是一道吃不腻的凉拌小菜，喜欢的朋友快试试吧！欢迎点赞、订阅和分享，谢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大家好，我是琳达姐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个凉拌豆腐的做法，这是一道既简单又好吃的小菜。下面我们就来具体操作一下吧。我们今天用的是红河的豆腐，也就是硬豆腐，适合拌着吃、炒着吃。像那种绿盒子的豆腐特别的细腻滑嫩，适合做汤类，比如说豆腐脑之类的。还有一种蓝盒子的豆腐叫老豆腐，那种豆腐是偏中性的，也不太软也不太硬，炒着吃、拌着吃和做汤吃都不够理想，所以我也很少买。我们先来把豆腐清洗一下，
再洗一次。取一个盘子，把清洗过的豆腐放到盘中捏碎。像这样就可以了。再来放一茶匙的盐。都说小葱拌豆腐一清二白，那小葱当然是不可缺少的了。准备一颗小葱，切成葱花。放到豆腐中去。爱吃葱的人呢，也可以多放一些葱花。我觉得这么多豆腐，一根葱就可以了，已经很出味了。再来一汤匙的香油。搅拌均匀就可以吃了，就这么简单，味道还真不错呢。这样做的凉拌豆腐可以就米饭、稀饭、馒头都是非常美味的，而且还很有营养。喜欢的朋友可以试一下，欢迎点赞、订阅和分享，谢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大家好，我是琳达姐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我们知道吃秋葵对人的身体大有好处，秋葵有很多种做法。今天我就用玉米面和鸡蛋裹上秋葵炒着吃。吃点杂粮对人身体也是非常有益的，炒出来呢咖喱嘎哒的，所以我就给它起了个名字叫秋葵玉米面炒嘎的，希望您喜欢。下面我们就开始做吧。首先我们来准备一盆清水，把秋葵洗一下。洗的时候呢，我们用一把牙刷把外面的毛刷干净。再用削皮器削掉这个头。不干净的地方呢，也削一削。烧一锅水，水开后放入二分之一茶匙的盐，然后放入秋葵。放盐焯出来的秋葵呢不会发黄，焯的时候要用勺子不停地翻动，使它们受热均匀。大火煮一分钟后捞出来放凉。碗中打两个鸡蛋，放入四分之一茶匙的盐，四分之一茶匙的白胡椒粉，把鸡蛋打散，准备两颗小葱，切成葱花。再切几片姜。这个呢是冻姜，为了保鲜呢，我通常是把买来的鲜姜冻起来保存。三瓣蒜切成片，再来准备一小根胡萝卜，切丝备用。把它们都装盘备用。
把凉了的秋葵切成小段儿。先加入一杯的玉米面包住秋葵，然后倒入蛋液和匀，另外准备出半杯的玉米面来补充，试着往里加，再加一点，加了半杯刚刚好，和到底下没有干面了就可以了。炒锅上火，锅热后放油，油热后放入两片香叶，香叶变色后捞出不要，然后放入葱姜蒜爆香，爆香后放入两汤匙的咖喱粉，一汤匙的姜黄，把它们炒香，炒香后放入胡萝卜丝，炒两下呢就放入这个秋葵面疙瘩一起炒，把它们炒散，接下来呢我们来调个味儿，放入两汤匙的生抽酱油，两汤匙的蚝油，翻炒均匀，再炒一炒就可以出锅了。这道美味的杂粮饭就完成了，现在我们就可以装盘开吃了。用玉米面和鸡蛋裹住炒出来的秋葵，吃着滑嫩入味，浓浓的咖喱味儿使玉米面吃着甘香可口。如果你不想吃干炒的，也可以蒸着吃，这真是一个吃秋葵的好办法。喜欢的朋友快试试吧，欢迎点赞、订阅和分享，谢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大家好，我是Linda姐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要和大家分享一道既简单又好吃的家常素菜——炒南北的做法。这菜为什么叫炒南北呢？那是因为把南方的笋片和北方的蘑菇炒在了一起，所以取名叫炒南北了。下面我们就来看看是怎么做的吧。首先我们来看看配料，这是250克的白玉菇，这种白玉菇本身就有一点海鲜的味道，所以呢有人把它也叫做海鲜菇。其他的配菜我都写在屏幕上了。我们先来切葱姜蒜，10克生姜切成片，20克大蒜也切成片，50克小葱切成丝，把1/3的红椒也切成丝备用。好了，那我们现在都准备好了，那我们就来炒菜吧。锅热后倒油，油热后放入葱姜蒜炒香，
然后按照顺序放入食材，木耳硬硬的，那我们就先放木耳，炒两下再放入玉兰片和红椒丝。白玉珠软软的，最后放，都放入了，我们就炒个几秒钟。炒两下呢，我们就来调味儿，放入两汤匙的新鲜酱油，一汤匙的蚝油，二分之一茶匙的盐，翻炒均匀。出锅前呢，我们再来勾个芡，把一汤匙的干淀粉在冷水中化开，倒在菜上，翻炒使菜上浆。最后淋上一汤匙的香油，快速的翻炒均匀就可以出锅了。一道鲜美的素菜炒南北就做好了，端上桌来尝一尝，有南方竹笋的清香味儿，也有北方玉菇的鲜味儿，真是太美味了。这虽然是道素菜，但是吃起来味道非常鲜美，吃鱼吃肉的时候配上这道素菜，又解腻又下饭。喜欢的朋友快试试吧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和分享，谢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大家好，我是琳达姐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个豆腐脑的做法。豆腐脑呢，是我们喜欢的传统早餐。豆腐脑好吃不好吃，关键在打卤。打卤的方法也是多种多样的，有简单的，也有复杂的。现在我就把我最喜欢的打卤方法分享给大家。我们先来准备一点肉末，这是150克的猪肉，去掉筋皮，切成小块，然后把它们剁成肉末。不要剁得太细，像这样就可以了。然后肉末需要腌制一下，放入二分之一茶匙的盐，一茶匙的白胡椒粉，先把它们入味儿，再放入一个鸡蛋清。二分之一茶匙的淀粉和一汤匙的香油，搅拌均匀后腌制20分钟。黄花木耳是不可缺少的，泡好的黄花切成段儿，泡好的木耳也切碎。把它们装盘备用，再切点香菜，小葱也切成葱花，姜切成末，那今天我们还要用到的食材呢，就是这种罐装的玉兰片。
取50克出来切成丝。榨菜做小料也是不可缺少的，取10克榨菜切碎备用。为了省时间，豆腐呢通常我是买现成的，就是那种盒装的嫩豆腐，但是这次没买到，就买的这种，口感和自己做的也差不多。把豆腐放到水里面洗一下，切成厚片备用。接下来我们把鸡蛋液也打好，刚才腌肉的那个鸡蛋黄再加上一个，把它们打成蛋液备用。做豆腐脑还有很重要的一点，就是要用高汤。我今天还是用这种盒装的代盐鸡汤。另外我们还需要一些香料，两个八角，一茶匙的花椒，还有一片香叶。这些香料我们需要把它们在油中炒香，锅中放少许的食用油，油热后先放入八角，把它们掰碎，这样好炸，再放入花椒和香叶，用小火把它们炒香，炒香后捞出不要，然后放入姜末、葱花爆香，爆香后放入肉末，把肉末打散，然后放入玉兰片、黄花段和木耳碎一同炒香。炒一炒后我们就来调味儿，放入两汤匙的生抽酱油，翻炒均匀，然后倒入鸡汤。有时间的话，你也可以自己熬鸡汤或骨头汤。盖上盖子，大火煮开。煮开后我们就可以放豆腐了。又开锅后，我们来给汤调个味儿，放入一汤匙的老抽酱油，和均匀，把打好的蛋液也倒进来，蛋液要举高一点，慢慢的往下倒，这样蛋液就容易成蛋花，不会坨在一起。接下来很重要的一步，就是要用两汤匙的淀粉来勾芡，把淀粉在凉水中搅匀，倒入锅中，我的碗太小，我勾了两次芡，用勺子轻轻地推动一下，放入香菜，再来一汤匙的香油，搅拌一下就可以出锅了。我们盛出一碗来尝尝吧，看着热乎乎香喷喷的美味豆腐脑是多么诱人啊。端上桌来，再放点榨菜做小料，更加的提鲜，配上油条、油饼和馒头，都是一顿美美的早餐。看着豆腐脑加上这鲜美的卤汁，吃到口中鲜香滑嫩，喜欢的朋友赶紧试试吧。欢迎点赞、订阅和分享，谢谢您的支持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
家好，我是琳达姐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我们来做水汆丸子。水汆丸子一直是我们北方人喜爱的一道汤食，把猪肉馅儿汆成丸子，再加上鲜嫩的白菜，吃起来是汤鲜肉美。尤其是在这寒冷的冬季，热乎乎的来上这么一碗，别提多舒服了。喜欢的朋友来和我一起做吧。这个是350克的猪肉，把它们的筋皮去掉，然后切成小块，按说是用3分肥7分瘦的肉做出来的丸子才好吃，但美国的肥肉腥味太重，所以我就用全瘦肉来做了。把切好的肉块放到绞肉机里绞一下，我这点猪肉呢太少了，所以呢我把上次绞好的350克肉馅儿也加进来了。现在我们来一步一步的给肉调味儿。首先放入70克切好的葱花，15克姜末去腥，葱姜入味后，我们放入1茶匙半的盐，因为是水汆丸子，所以要多放一些盐，再加1茶匙的白胡椒粉，2汤匙的料酒，这些也都是去腥的，最后加2汤匙的香油，再搅一下，下一步我们要放入1个鸡蛋清，1汤匙的淀粉，继续搅拌来滋润肉馅儿。最后我们放2汤匙的食用油搅打，再来滋润一下肉馅儿，放蛋清、淀粉和食用油做出的丸子吃起来润滑可口，一点儿也不会发柴。看着肉馅儿已经搅成了白泥，也上劲了就可以了。肉馅儿搅得细，做出的丸子才会好看。把搅好的肉馅儿放入一个盆中腌制15分钟。砂锅中放1800毫升的清水，水烧开后就可以汆丸子了。这时候要调成小火，用大火丸子容易散开。我们在手中放1大勺的肉馅儿，用手一攥就出来一个丸子，再来挤一个。你也可以这样整整形再攥。丸子都做好后，大火把汤烧开，等丸子飘起来后撇去浮沫，浮沫撇干净以后，放入400克洗好的大白菜。大白菜有着独特的鲜味，非常适合放在各种肉汤里，能使汤的味道很鲜美。现在我们来给汤调个味儿，汤中放入1/2茶匙的白胡椒粉，1/2茶匙的盐，1/2茶匙的鸡精，
二分之一汤匙的香油，来一小把虾皮，一小把紫菜和一大把香菜。这道美味的水汆丸子就做好了。看看这丸子，吃到口中鲜香滑嫩。汤喝起来也是清香鲜美。喜欢的朋友赶紧试试吧，欢迎点赞、订阅和分享，谢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大家好，我是 Linda 姐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我们来做一个蒸蛋羹。蒸蛋羹是我们的传统家庭美食，特别适合做早餐。那怎样才能蒸出漂亮美味的鸡蛋羹呢？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。今天我们要用鸡汤来做蛋羹，用鸡汤做出来的蛋羹呢，又美味又营养。这是我买的带盐的盒装鸡汤，在美国的各大超市都能买到。现在我们来开始做蛋羹。碗中打三个鸡蛋，放入370毫升的鸡汤，搅拌均匀。刚才说过，我买的这个鸡汤呢是带盐的鸡汤，所以我们的鸡蛋里面不用放盐。如果你买的是无盐鸡汤或者是用水做的话，那就需要放盐了。用什么样的高汤做都可以，排骨汤、肉汤都行。鸡蛋液打均匀后，用小勺撇去上面的浮沫，这时蒸锅里的水也开了，把碗放入锅中，这里一定要开水下锅，这样蒸出来的蛋羹才会好看。在碗上盖上一个盘子，防止水滴，盖上盖子，小火蒸7分钟，7分钟后不要立即打开盖子，在锅中焖8分钟后再起锅。现在就可以出锅了，把蛋羹拿出来，放一汤匙的生抽酱油，一点点的香油，再配上点肉松，最后放点香菜，美美的蛋羹就做好了。你可以看到成功的蛋羹每一处都是成型的，而且光滑软嫩，配上馒头、花卷或油条，真是一顿非常美味的早餐。喜欢的朋友快动手做吧，欢迎订阅、点赞和分享，谢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好，我是 Linda 姐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我们来做一个中国式的香煎三文鱼。大家都知道多吃三文鱼好处多，那么怎样做三文鱼才好吃呢？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。首先我们来准备腌鱼的料，一颗小葱切成丝，一块生姜也切成丝，把它们放入一个小碗中，加3汤匙的料酒，1/4茶匙的盐，
用手攥一攥，再压一压，把葱姜汁压出来，然后放一旁备用。这是780克的带皮三文鱼，我们需要把皮去掉，先从中间切一刀，再侧着刀向一边切，很容易这边的皮就切下来了。然后换过来再侧刀切另一边，去掉皮后把它们切成小块装入盆中，加2汤匙的生抽酱油，把刚才的葱姜水也放进来，用手搅拌均匀，然后腌制半个小时。趁着腌鱼的时候，我们来准备几瓣大蒜，切成蒜片，煎鱼的时候用。再准备点配菜，这是230克的竹笋，把头去掉备用。现在我们的鱼已经腌好了，我们把腌料去掉，准备煎制。锅热后放入15克的黄油，用黄油煎出的三文鱼非常的香。黄油融化后呢，放入蒜片，蒜片炒出香味后，我们就放三文鱼。用中大火煎制，要勤翻几次面，小心不要煎糊了。比较厚的侧面也煎一下，看到里面的肉变白了就熟了，总共也就煎1分多钟就可以出锅了。想吃再嫩一点的呢，可以再少煎一会儿。剩下的油我们来把竹笋煎一下，我通常是把竹笋煮一下再煎，那样口感会更嫩。今天急着吃，就盖上盖子焖一下吧，焖个半分钟就可以了。我们这道美味的香煎三文鱼就煎制完成了。你看这三文鱼外焦里嫩，再配上竹笋和红酒，真是一顿棒棒的晚餐。喜欢的朋友赶紧试试吧，欢迎点赞、订阅和分享，谢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次再见。拜拜。